在我小时候，每年过除夕夜，我的爷爷都会表演这个魔术给我们大家看，用到的是这个。然后，你这可以借我，橙汁，橙汁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橙汁。好，爷爷呢就会把这个橙汁呢倒进这个瓶子里，倒完的那一刻呢，表演就结束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关键是倒完之后，我爷爷会把这个瓶子转两下，然后从里面呢倒出牛奶。哦，为什么是牛奶？因为当时我喜欢喝牛奶。好，那如果呢，你如果不喜欢喝牛奶，你喜欢喝别的，好，那可以倒出番茄汁。哇，想喝牛奶就倒一点牛奶。想喝番茄汁呢，就倒一点番茄汁。哇，这个适合吗？对，牛奶也可以哈。假的吧，牛奶？真的真的，喝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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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两种是的，真的真的真。那我爷爷自己呢？他喜欢喝甜的，好，芒果汁。哇，好，还想喝什么？可乐，可乐，乌龙茶，可乐是不是？这是芒果。可乐有点难哦，可乐。哇！厉害！真的假的？我要可乐，可乐。我要。给他。谢谢吗？好。真的吗？还要喝什么？还要喝什么？可乐。西瓜汁。乌龙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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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啊！西瓜西瓜汁，我试试看。西瓜汁，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厉害！你干嘛？换壶，不换壶怎么变的？好了，你要换，你拿两个一样的，好吗？不要，我需要换吗？好，还要喝什么？好笑吗？我觉得好笑。还要喝什么？苹果汁。哦，哇，好，苹果汁，还有什么？奶茶，真的假的？叫小珍珠啊？没可能，有没有？奶茶没问题，珍珠随后就来。哇，厉害，这个厉害了，对呀，真的假的？好，关键在这，对不对？关键从现在开始，我爷爷每年表演这个魔术呢，我一直都想知道这魔术怎么变的。直到有一天呢，我不小心偷偷看到这个瓶子里面，我才发现原来里面是有机关的。里面一格一格的所有的饮料全部都藏好了。当时我觉得好失望。所以自从我当了魔术师这一天开始呢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绝对不会让我的观众失望。哇！